各位晚上好，这里是广东卫视正在为您播出的你会怎么做，本节目是由仁和品牌联合特约播出，仁心仁爱仁和药业，关注健康，遇见美好。各位好，我是邓璐，今天和我们一起观察的嘉宾是著名心理学家雷鸣老师，欢迎雷老师。如今我们看到啊，隔代抚育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了，但是两代人在育儿上难免会有一些观念理念的不同，因此可能会产生一些矛盾。面对这样的情况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就一起开始今天的你会怎么做。妈妈，我想看动画片。吃饭的时候不可以看动画片。奶奶，我想看动画片。好好好，奶奶给你找我们玉成最喜欢的动画片《唐老鸭》。好啦，宝宝，我们自己吃好吗？哎，宝宝，奶奶来喂你，小嘴巴张开来。根据中国老龄中心的调查，早在2014年，我国帮助子女照顾孙辈的老年人比例高达66.47%。目前，老年人已经成为帮助带孩子的主力军。但两代人育儿观念的不同，有时会导致一些矛盾。来，宝宝，我们先把药吃了，吃了感冒就好啦。吃药三分毒，这么小的小孩怎么能给他吃药啊？哎呦妈，这是我专门给他挑的，是小孩可以吃的。不用吃，我给宝宝已经穿了厚衣服，他等一下出生汗自然好了。妈，你的观念已经过时了，现在带孩子不是这样的。他爸爸也是这样过来的呀，你带过孩子多还是我带过孩子多？此类育儿观念的冲突其实并非个例。究竟哪种育儿方式才是对孩子更好的选择？当两代人育儿观冲突时，又该怎么做呢？这次我们来到了杭州，拍摄地点是市区的这家餐厅，店内隐藏摄像机已经安装完毕，现在观察开始。我有那么多经验，你为什么不亲亲啊？还有他搞一个玩具呢，你又说这个不对那个不对，我真服了你。因为孩子的行为规范问题，奶奶和妈妈产生了分歧。我不是不让他玩，我只是给他规定一下时间，然后让他有一个自己的行为规范。小孩子懂什么行为规范？爱玩的孩子反而聪明。在孩子的行为规范上，经验派通常认为可以顺其自然，科学派则认为应该加以规范。究竟哪个是对孩子更好的选择呢？我都是看了网上的，人家都是科学育儿。还什么科学育儿，你会干嘛呢？我们那个时候带小孩都是这样过来的，就是你这个人事情特别多，那么矫情的，你呢在扼杀小孩的天性。杭州的母女一直在关注，你这样会教出什么样的小孩，教出来跟你一样死板的要命。那我也是在手机上看，人家也是分享了好的经验啊。那你为什么就不听我的呢？会怎么做呢？我管过的孩子多还是你管过的孩子多？我真的是吃力不讨好了，我更受你气。那要不我们换个座位小慢点，走，有点逆天。育儿是每个家庭中非常重大的事情，陌生人在这个过程中也需要慎重。观察再次开始。那你说药有三分毒，能给这么小的宝宝吃药吗？我给他穿了暖和一点，让他出个汗，感冒自然就好了。我们养小孩都是这样过来的。不是，他吃了药感冒就会好了呀，你为什么不让我给他吃药呀？不需要吃药。关于孩子感冒是否要吃药，这在很多家庭中早有争论。
嗯，宝宝乖，我们不听妈妈的，你妈妈老是叫你吃药吃药吃药三分毒，对不对啊？当着小朋友的面，成年人出现意见不一致争吵，会降低双方这俩成年人的威信。对，而且小朋友自然就会想，谁的那主意我更舒服，妈妈让我吃药好苦哦，哦奶奶不让我吃药，那我听奶奶的。嗯，就是慢慢这个小朋友就会在成年人的规则当中找到缝隙，很快这孩子没法管。孩子在这样的争论中会受到什么影响呢？我们不听妈妈的，你妈妈老是叫你吃药吃药。旁桌的女士一直在关注，她会怎么做呢？小朋友的药。第一时间，女士表达了对于妈妈的认同。我觉得吃了总归是不好的嘛。那他现在就是按照您的方式，他有所缓解吗？就是如果没有吃药，如果穿到暖和，他有好的。孩子他不懂，他可能也不知道管子可能不太舒服或者怎么样，他有好点儿。你人好点了吗？我不爱吃药，现在小朋友的药可好了，他就不会苦的，你知道吗？女士把关注点重新放回了孩子身上。我知道你们的就是出发点肯定都是好的，但你那个年代跟那个可能药啊或者是什么医疗的设备都没有那么先进，但现在就在进步。听医生的，它是一个非处方药，安全性一定有保障，对吧？嗯，我真的很委屈，每次他带呢小孩都是生病的，而我带呢都好好的，那我觉得我可能对他也有点帮助的，但是他始终不肯听，他觉得我在拖他们后腿帮倒忙，所以我真的很郁闷的。我可以理解你的心情，但是他也是第一次帮忙，他是第一个帮忙，对吧？就像你说你带过好多个了，就现在的妈妈会不一样，他可能也怕自己带的不好，磨合一下嘛，这很正常，很正常，小朋友能够生病。两代人并非育儿的对立面，该如何在育儿中？宝宝是一件不开心的事情，但如果你们为了宝宝如果不开心，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对吧？养得很好啊，就是这个小宝宝养得这么好，你们大家其实都是有功劳的，对不对？因为身边的很多朋友包括同事啊，他们都会有宝宝，然后我自己家里朋友亲戚就老一辈跟小一辈一定会有这样子那样子的观点的不同，那因为年代不同，这个其实不能怪任何一方，这是年代造就的，当时所有的医疗包括什么东西都没有这么发达，那就沟通就好了嘛。谢谢你。哦，不用谢，不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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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生病就好了，原来你没有生病你演得这么好，谢谢啊。不用谢宝贝，你不生病就好了。你看两代人之间发生这么多冲突，其实真的是忘记了你原本的初衷是为了孩子，为了宝宝。我觉得刚才这位女士至少给了我们现场一个情绪的缓冲地带，就是你一定要用孩子说事儿，占领家庭主导权，这就属于无效沟通嘛，我无非就是想做主嘛。对，孩子吃不吃药听医生的，就是孩子喂到几岁就是听敢实名的专家的，发展心理学研究这么多年都是有结论的。嗯，所以你看就是两代人之间的这种育儿冲突啊，其实还不光是一件事儿，它可能是生活当中的很多小事儿。比较早年的可能是六七十年代这种家庭生活剧里面真的就有姥姥或者是奶奶把一口饭嚼碎了口对口的喂孩子。那首先我要跟大家说啊，我们的孩子大概是在四五月龄开始，嗯，就是吃辅食。随着孩子增长，辅食一定要有一定硬度。嗯，为什么辅食要有硬度呢？小宝宝吃辅食，他需要一定的咀嚼动作，这个咀嚼动作可以让舌头和口腔肌肉发展，嗯，有利于宝宝早日张嘴说话。没错，如果辅食真的一点硬度都没有，影响孩子张嘴说话。对，我们要回到科学育儿这件事情上，它所规范的其实是孩子的一系列的行为规范，甚至上升到慢慢他的品德品质的良好的培育和养成。最早是习惯，好品质来自好习惯，嗯，好习惯六岁之前最好不坏，嗯，孩子的事儿是耽误了今天，就是过了这村没这店了。没错，教育其实是在当下。
来来来，宝宝来，奶奶再喂你。哎呀，这个是溺爱，还喂着他吃饭，孩子能饿呢？我不是说很多次了吗？你就不要喂着他吃。那不喂他，他就不吃了，肚子饿了怎么办？你就让他自己吃，我已经在家里面教他很多遍，他也自己会吃了。他会吃，你知不知道？他吃了以后就一步甩了一步。孩子在12月龄可以很好的使用勺子，孩子在2岁左右可以大概使用筷子，2岁半可以娴熟使用筷子。这个涉及到孩子手部精细动作的发展，手部精细动作发展好与不好，直接和孩子大脑智商正相关。就是你必须允许孩子在一段时间，就是把你们家餐桌变成特别特别的脏乱差，然后他才有独立吃饭的能力，这个就是他获得新能力的代价。对，他这么小能知道饿不饿啊？饿坏了怎么办？后桌的女士留意到了这一幕。我都是这样带大的，就是你这么矫情。他本来就已经会自己吃饭了，你这样子弄的话，好了，老毛病又来了。有什么老毛病啊？他爸爸也是我喂大的，不是好好的吗？健健康康的。那你就让我来管他，好好管。你不要这样子搞得像帮倒忙一样的。我什么帮倒忙？你什么意思啦？他本来就已经会自己吃饭了。你带过几个孩子？我带过几个孩子？我都有丰富的经验传给你，你怎么就不能听听我们老年人的话？在育儿的诸多方面，两代人都有不少分歧。尤其是在孩子生病这件事情上。妈妈，我们现在不说这些了，宝贝，我们先把感冒药吃了好不好？先把感冒药喝了。哎，我说了那么多是不是刚才都白说了？吃药三分毒，你怎么那么狠心啊？吃吧吃吧。不是妈，这个药我也是挑过的，是专门儿童能吃的呀。你懂什么？你要吃你自己吃吧。有你这样当妈妈的，你不会当我来。他生了就要给他养，他这个是他的责任。他生了就要给他养，他这个是他的责任。我们把孩子已经养大了，这个是不是我们的责任？那与时俱进嘛，那我们就自己做自己的喜欢的事情，知道吧？你不能生气。就已经会自己吃饭了，你这样子。是坐在最远处的老人又来了，不知何时他留意到了眼前的一幕。你主要是我儿媳妇拿手机上看的，她不肯听我的。我们那也有我们的经验的。不是，这个都听你的也不对的，知道吗？一代管一代，他生的是他的责任。那你都把他管过来，他当妈妈做什么？我们年纪大一点的这个观念跟年轻人有一些会不一样，但是他自己生过来呢，有时候。父母是多么的缺乏经验，多么的缺乏人生履历，很年轻，很笨拙，但是养育孩子的主体还是父母。
那么其次，父母跟祖父母之间还是要有一个商量和平衡。老年人要不帮你带娃，你没法带娃呀。这所以首先我们得承认价值，就是要没他们的话，好多孩子会很缺爱，因为父母都忙，所以一定得肯定老人的价值。我们前面聊了很多冲突的部分，但是隔代抚养方面，我们却恰恰忽略了它有非常多有益的积极的层面。就是首先责任分担，然后呢有分担就会轻松很多，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能够实现团结就更重要了。实际上一方面我们要肯定和感谢祖辈父辈对我们的照顾，来为我们分担家庭，也要理解老人是踏踏实实放弃自己的退休生活，放弃自己可能比较安乐舒适的一些时光来倾注在孙儿的身上。他有自己时代的局限，但是同时也要看到老人他有足够长的生命履历，他有足够的耐心，能够帮年轻的父母减轻很多的负担。所以其实中国的老爸爸老妈妈，就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们辛苦啊。嗯，其实在今天的这个冲突当中，我们看到了隔代育儿它已经是一个很普遍很常见的现象了，那也就说明隔代育儿当中会出现那些问题也是变成了大多数人要面对的问题，怎么去解决，接下来我们继续观察。最后一组观察开始。宝宝，这是给你们冻出来的毛病，要捂出汗才能好，我们那时候都是这样的。有妈，你那些观念都已经过时了，现在带孩子不是这样的呀。你带过孩子还是我带过孩子？说到这个我就难气。宝宝小时候你非要给他穿纸尿裤，纸尿裤是什么？都是厂里出来的，谁知道里面有什么化学成分。尿布怎么了？天天洗天天晒，干净得很。他爸爸小时候都是用尿布的。店内两位女士都关注到了这边的争执。那妈，你先让他把药吃了，这药不吃那感冒好不了。我刚才不是跟你白说了感冒药不能吃的。妈，这个药我专门挑的呀，孩子能吃的呀，他在感冒他不吃药不行呀。跟你说了多少遍没必要吃，吃药三分毒，你这是害宝宝的。你会不会带孩子？当着孩子的面，成年人应该绝对不上演公开冲突。对的。以吃药为代表的一系列育儿矛盾会给孩子带来什么影响呢？小孩都带不好，不能当小孩的面叫熊妈妈的，不能当小孩的面叫熊妈妈的，不要当小孩的叫熊妈妈的，这样真的伤害到的是你的父母。对，哎呀，太对了。我听了很久，小时候捂汗那可能是发烧出了汗就好了，现在社会环境不一样，病毒那么多，不是捂汗的问题。没有一个妈妈不爱孩子，你真的觉得儿媳妇带的不好，你私下教，你不要当着孩子脸，你的孩子会很可怜，会被吓到的。这个事情你情绪发泄了，但对孩子心里的这些东西不知道什么时候缓得过来。哎呀，这个说的太对了。嗯，你把我妈骂的一无是处，我要能有自信才怪。你当着我的面把我亲奶奶骂的一无是处，我不管是谁骂的，对，就到最后自卑的是我。你看这说的都是对的。在两代人育儿话语权的争夺中，受伤的其实是孩子。以后你小孙女会在心里留下阴影，是该听奶奶的还是听妈妈的？很活泼的一个孩子，最后会变得很压抑，很难后悔。留下语重心长的劝告后，女士才离开。都是这么过来的，谁生下来都会当爸爸妈妈的，对吧？都是这么一点一点过来的。我最主要觉得他们做得不太好。做得不够好没关系，他总会有一个学习过程的嘛。不够好他慢慢会好起来的，对吗？你说哪有人生下来他就能做得很好啦？不会的，他就是在慢慢吸取这个经验，慢慢会变好的。谁也没有天生会做妈妈，天生会做爸爸。你们去听听那个，真的，你们两个都可以听，那里面就是有很多奶奶也在听，妈妈也在听。
我也在听，就是很多教育观念不一样，但是很多其实是错误的，都认为自己是对的，你们去听一下就能感受到，都能理解对方。你看听专家的。其实这个互联网时代有很多过去这个时代不能比拟的优势和资源渠道，对吧？有专家认证的一些分享，有一些行为心理学、儿童心理学的一些课程，无论你是50后、60后还是90后、00后，都可以去学习，只要你愿意。家庭内部如何统一育儿原则？如何更好地教养孩子？或许需要家庭的每个监护人做出改变。毕竟，孩子的童年只有一次。都是为了孩子嘛，对吧？大家都是为了孩子，奶奶也是为了孩子，妈妈也是为了孩子，对吧？都改变一下自己。其实家庭和睦对孩子来说是最重要的。如果家庭不和睦，都互相指责的话，对孩子伤害特别大。谢谢你啊，都不容易的，带小孩很不容易的，哪有这么容易的？我也是一个妈妈，我就特别能理解，带孩子真的很不容易，会有很多这种困难。其实大家都是为了孩子好嘛，可能就是做的那种方式不对。那你学习了之后，你就知道该怎么做。你奶奶就要你回归到奶奶的位置上，那妈妈就要回归到妈妈的位置上，对吧？虽然说我们是身为父母，但是我们都是要不断的学习，因为现在你看这个社会进展的这么快，我们都要做一个与时俱进的父母。与时俱进，而且是互相学习。因为我的孩子比较大嘛，那可能比如说从用尿不湿，什么时候添加辅食，到是不是要让小孩练习爬行等等等等，都是冲突。比如说所有老人都会觉得尿不湿不好，那所有人都会觉得说辅食一定要从米糊开始添加，或者说在地上爬可能会不体面等等等等，包括什么时候开始做一些早期教育，要学到什么程度，或者说这些都是发生冲突的。当时是怎么磨合？吵了很多架，掀了很多桌子，都很强势嘛，然后对孩子来说就造成了很多伤害，所以后面花了很多时间去弥补。所以为什么今天看到这个场景我会看不下去，会去就是去劝导几句。那么作为儿媳妇的可能其实也有一个办法，就是我的一个经验，就是婆媳矛盾是从养育孩子开始的，所以在怀孕的时候去听一些讲座或者一些育儿的这些知识的时候，把婆婆带上，让她跟上这个新时代的需求，那么可能矛盾摩擦就会减少很多。所有的出发点如果真的是为了孙女好，那么以爱为前提，没有什么不能解决的。人不管多大岁数，不管咱们是儿媳妇还是婆婆，有学习意识，就不顽固。就是什么叫顽固？我自己明明是错的，我也没有学习意识，就是我看见了也认为只要跟我不一样别人都错，这叫顽固。这个时候大家介入也就是起到一个提醒吧。有一方有进步意识，好多矛盾能避免。对，每天改变一点点，每天改变对方和自己一点点，其实这是一个相互学习的过程。那这个过程里面就像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剧情一样，好像看上去是一件吃药不吃药、穿衣不穿衣的小事情，喂饭不喂饭，特别的繁琐，可是它恰恰是我们在隔代抚育当中特别重要的一些大事儿。刚才我们那女演员有一句台词重复了好多遍，说是药三分毒。就这个我也面对过，你不能说所有的药都是药三分毒啊。对，它这个认知是要，你要跟着现在的技术发展，你的认知要更新呢。今天我们其实是一种更宏观的角度，把这件所谓的小事儿、家庭的琐事儿拿出来讨论，提醒各位都应该意识到，一个孩子的教育问题不仅仅是家庭内部的问题，也需要社会共同来重视和面对。毕竟孩子们也是我们社会共同的明天和未来。好了，朋友们，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你会怎么做的全部内容。本栏目是由仁和品牌联合特约播出，仁心仁爱仁和药业，关注健康，遇见美好。朋友们，下周四同一时间我们再会。用爱传承这份匠心，仁心仁爱仁和药业。